家好，我小凤。我前一天不是包了椰子鸡吗？然后今天我又买了个椰子回来，实在是太好喝了。我真的不晓得椰子包鸡会这么好喝，它那个汤特别特别的清爽。我上一次包那个椰子鸡，得我一个人把汤给喝光的了。买了半只清远鸡。这个是开关键，这个是正反调节键，这个是力度调节键，还有红光加热、节能键、模式切换键。我平时就这样躺床上玩手机、看电视，还都舒服的，它像个枕头一样。放到下摸下我的背，很放松，这样子把我全身都按摩得巴巴适适的。现在把这个来充下电，我用了一个星期了，还挺耐用的哦。这一次我会向你看去，熟悉的味道我会起你，我从今以后不等去寻你，给你们看一看我的鸡汤，哇，煮好了，好香。这儿大概就是40块钱的快乐。这个汤有点少，不够我喝。真的很好喝，这个汤。好热哟！这个是我前一天买的啤酒，真是太热了。Mm-hmm.